郭儿啊，往后你就住在这儿了啊。郭儿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啊。郭伯伯，现在你是个大人了，怎么还那么爱哭呢？对了，郭伯母不是送了一套衣服给你吗？你怎么不穿呢？是不是留在客栈里忘了带走了？ 不是啊，衣服在里面，只是我看衣服太漂亮，所以不舍得穿嘛。<笑>傻小子，现在你来到了桃花岛，就要过新生活喽。难道还穿着又破又旧的衣服？记得待会儿去把它换了啊。嗯，过儿知道。 就好了，就好了，再等一下嘛。怎么搞的？叫我们三个等着一个？哎，修文，别再说了。杨过，好了。怎么了？我衣服穿错了？不是啊，怎么这么久啊？我带你参观一下桃花岛啊，来。 郭儿，福儿，修文，敦儒，你们四个人先向我的恩师磕个头。是郭伯伯。好，弟子恳请大师父，由今日起收郭儿、敦儒、修文为门下弟子。嗯，我们江南七怪。 能够多了四个徒孙，真是一件大喜事。相信那六位师傅在天之灵，也万分高兴。你们四个还不向大师公磕头？是。爹呀，我也要磕头啊！你现在正式拜入江南七侠的门下，当然要向大师公磕头了。知道了，爹娘。 徒孙向大师公请安，徒儿拜见师父师母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起来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四个就是师兄弟。你们四个以后要相亲相爱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能互相残杀，知道吗？知道。 为师的武功，除了由江南七侠所教授之外，其他的有全真教的内功，桃花岛和丐帮的武功。不过，做人千万不能忘本，所以我今天先教你们一些大师公的独门武功。靖哥哥，我有个主意。蓉儿，有什么主意？要靖哥哥你一个人教他们四个，未免太辛苦了。
我看这样好了，过儿呢就交给我负责教他吧。蓉儿，你肯教过儿的武功，哎，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娘啊，我也要跟你学。你这位大小姐平时娇生惯养，还是让你爹来治治你吧。人家不一样，娘，你偏心，只肯教养过一个人，我不一样，娘啊，我不一样。过儿，相信你也知道，你师父有七位恩师，人称江南七怪，其中二师公外号妙手书生，现在师母就教你二师公的看家本领。哦，好好。来，你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，跟着师母读。哦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师母，这本书呢，好像是啊。过儿，你跟不跟着师母念呢？哦，是师母。刚才的掌法，你们都看清楚了。敦荣，你打一次给师傅看看。去，是师傅。不对，哎，练武功呢有腰马合一，师傅再打一次给你们看啊。不骗之为忠，不义之为庸，忠者天下之正道。不骗之为忠，不义之为庸，忠者天下之正道。哎，这里，用力，用力，冲！嚯，我，有劲！发！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嗯，很好。想不到过儿，你不但聪明，而且记忆力又好。不到半年，已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背得滚瓜烂熟。好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要再念四书了。啊？师母，你的意思是不用念书，你教武功啊？你是不是很急着学武功啊？这倒不是，但是只不过呢，每天都……只不过你的心里一直埋怨的师母，怎么老是不教你武功，是不是？过儿不敢。过儿，你知不知道师母为什么一直不教你武功？嗯，你还记不记得《大学》里面有一段写着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，你背来听听。哦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。不错，由此可见呢，凡事一定要先打好基础，那么将来才会有好的发展。如果一个人不读书明理的话，就算有一身好的武功，他始终都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，难成大器。所以师母一直不教你武功，就是希望你在学武功之前先学会做人处事的道理，那么将来你才不会走上歧途，你明白吗？哦，原来师母一直都担心过儿走上歧途，过儿终于明白了。嗯，你明白了就好。从明天开始，师母教你念《诗经》。是师母。杨滚。哦，是你呀。
什么事啊？啊，我，最近看到大家各自练功呢，也没有机会见面，所以呢，拿一点点心来给你吃啊，你尝尝看啊，是我娘呢亲手做的，很好吃的。嗯，太客气了吧？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没有，我在想今天师母她教了些什么嘛。啊，对呀，你跟我娘那么久，她教过你什么武功啊？哎，有没有教你那套打狗棒法？哼，哎，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？师母她根本什么武功也没有教过我。什么都没教过你？真的假的？嗯，可是刚才你自己还说，刚才呢，我是在想师母她今天教过我的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这几句吗？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什么招式啊？嗯，是《诗经》里面的其中一段呢，你没念过吗？喂，杨过，你别太过分啊！人家好心好意关心你，你不说就算了，干嘛这么凶的跟我说话？你以为我很稀罕你学过什么啊？你不吃这些点心就算了，我去拿给那两个吃。哼，哎，真是有其母呢必有其女。哎，糟了糟了糟了，原来这里根本就没有船经过，那我怎么能才神不知鬼不觉离开这里呢？嗯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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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修文你没事吧？有没有打到你啊？啊，没事。哎，修文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练武功呢一定要腰马合一的嘛，你现在腰也不够力，马不有福，让人一推一撞不就容易摔倒了吗？弟子愚昧没用，请师父原谅。哎，你也用不着太难过，像当年呢，师父也和你们一样，一定要有恒心，加以时日呢，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嗯，那你们现在再练一次。是师父。你们两兄弟啊，真是猪都要拜你们为王啊。没事，刚才师父教大武和小武那几招很简单嘛，怎么他们怎么练都练不来呢？那他们真的跟猪一样？咦，不对呀，难道其中还有一些巧妙我还没察觉到？师父的武功那么好，而且他又那么关心我，又疼我啊，如果他真的肯教我武功的话，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。那是不可能的事喽。师母她对我又有成见，她又怎么会教我武功呢？哎，咦，对呀，师母她不让师父教我武功，我可以每天去偷看他们练武啊。就这么决定。不行，师母她不肯教我武功，我却跑去偷看，那多没骨气呀！这不像我杨过的性格。好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不教就不教嘛，宁愿不学喽。也不对呀，没道理眼睁睁地看着大武小武将来欺负我呀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有办法了，我不学师父教他们两个的武功，我可以学爹教我的蛤蟆功啊。就这么决定。是啊，还装着个癞蛤蟆，还装得跟真的一样。你，哎，对了，我差点给忘了，为什么你装得那么像呢？因为你根本就是一只癞蛤蟆。武修文，你狗屁饭完了没有？
不对吧？谁叫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？哎，二弟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可能人家真的在这儿练功呢。你们高兴怎么说怎么说喽，我不惹你们，你们最好也别来惹我。杨光，你给我站住！不知道你又有何贵干呢？哈，啊，那个，啊，那个，啊，你。啊，对了，杨师兄啊，我相信你呢，跟师母学武功也学了那么久了，一定学到了不少绝技。这样吧，今天我们师兄弟三人来个比试，看看大家学的如何。是啊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大家切磋切磋啊，看看是爹教的好呢，还是娘教的好。我可没你们两个那么命好啊，师母她根本就没有教过我武功。师母没教过你武功？你骗谁啊？你是怕打不过我们吧？混账！我杨过一向天不怕地不怕，我会怕你们两个那个那个？那好吧，那我先声明啊，今天呢纯粹是我们师兄弟切磋武功，互相比试，无论谁胜谁负呢，都不准向师父和师母提这件事，即使被人打得焦头烂额呢，也不许有半句怨言。是啊，杨过，你有胆量比试吗？我有没有胆量？问问我的拳头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暗箭伤人！你们点到即止啊！嗯，好，站好，好字了。喂，我叫了你们点到即止啊！哎，杨过，你打不过就认输吧，别再逞强了。认输，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认输。不认输，看你能挨多久。杨过，不认输是吧？去死吧！快认输！杨过，你认不认输？你们两个猪，你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认输的。岂有此理！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。哎，你们别再打了，小心闹出人命了。杨过，你杀死我二弟！我杀了人？出什么事了？啊！杨过，你杀死我二弟！什么事啊？啊！师父，杨过他打死了我二弟！你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娘，他怎么了？放心吧，只是昏了，没有生命危险。真的？蛤蟆功？真是蛤蟆功！静儿，你说什么？果儿，你快告诉我，欧阳锋在哪里？欧阳锋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的蛤蟆功他什么时候教给你的？你还不说？我问你，欧阳锋到底在哪里？蓉儿，杨过，你老实说，欧阳锋这个奸贼到底在哪里？你再不说，我一拳打死你！你乱说，他不是奸贼，他是个好人。哼，杨过，你，大师傅，大师傅，不要！哼，杨过，你真的宁死都不肯说？你只管打死我吧，我不怕你这个死瞎子。你竟敢对大师傅如此无礼！我知道，你们早就希望我死了。好，现在不用你们动手，我自己去死。过儿，你疯了，回来。过儿，过儿。哎，靖哥哥，先看看他想干什么。蓉儿，再不拉住他，我恐怕他真的……哼，我就不信这个小子真的不怕死。死就死了，我不用你们管啊。过儿，杨过，杨过，过儿，杨过。你有何苦呢？我知道你心里很气我，认为我不应该打你。你要知道，我打你，我心里一样难过。
师父这样做，是不想你一错再错吗？我没错。你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我看你也累了，你静心在这休息一下，我出去。金哥哥，怎么样了？过儿没事吧？我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不希望它发生，也已经发生了。如今呢，是要想个办法去解决。蓉儿，你说过儿什么时候学的蛤蟆功？照修文的伤势来看，过儿的蛤蟆功应该是跟我们来桃花岛之前学的。不错。如果老毒物来了桃花岛，我们不可能没有发觉到。哎，真想不到，过儿竟然跟老毒物有关系。爹娘，爹娘，不得了了！大公公说他要离开桃花岛啊！啊！大师傅，大师傅，你为什么要回嘉兴啊？你不用理我了。无论如何，明天一早我就要坐船离开这里了。大师傅，你不要这么生气嘛，凡事都可以商量的嘛。你说出要离开这里的原因，我跟靖哥哥想办法解决。大公公，您不要走啊！哎，你们不用枉费唇舌了。总而言之，我绝对不会跟这个老毒物的传人住在一起的。大师傅，但是过儿他……哎，静儿，你不用帮这个小子解释了。你想一想，你那五位师傅啊是怎么死的？哼，我现在不但不能够手刃仇人，现在还跟这个仇人的弟子朝夕相处。哼，那师傅我怎么对得起死了的五位结拜弟妹呢？大师父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桃花岛就等于是你的家，就算有人要离开，也绝对不是大师父你。啊，蓉儿，可是过儿他孤苦伶仃的，如果叫他一个人离开桃花岛，那么他……哎呀，靖哥哥，我很了解你的心情，你不想对不起穆姐姐跟你的义弟，但是你也得为过儿着想啊。如果这里根本不适合他，你勉强把他留下来也没用啊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。可是，你放心吧，我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一方面可以让大师父不离开桃花岛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又可以让过儿有个好的去处。过儿，过去的事我们不要再计较了。不过上次你对大师公如此无礼，我实在没有办法留你在江南栖霞的门下。你以后还是叫我郭伯伯吧。是，郭伯伯。哎。全都要怪我教导无方，才会弄成今天这种地步。过儿，我为了不想耽误你的前途，这次带你上终南山，求全真教长春真人收你为徒。因为全真教的武功是天下武学的正宗，只要你努力习武，而且修心养性，日后必定会出人头地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。只怕过儿不知进取，有负郭伯伯对我的期望。过儿，现在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怪郭伯伯对你不好呢？过儿不敢。郭伯伯对我好，过儿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只不过其他人就……过儿，其实郭伯伯也很疼你的。你看看，你看谁来了？
杨棍，杨棍，过来。蓉儿，福儿，郭伯母，福儿，你不是说有东西要送给过儿的吗？杨过，这里有一点点心，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带着吃吧。谢谢。杨过，你……不不不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还是先上船了。再见。杨过。记得要听你娘和大公公的话，以后不能任性妄为，知道吗？哦。福儿，啊，怎么了？舍不得过儿走啊？哼，谁舍不得他？狂妄自大，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似的。我觉得那个呢，就知情识趣的多。当然啦，他们两个多牵着我们大小姐啊。娘，再见。郭伯伯，为什么我们来到中原之后，我们要如此打扮啊？现在黄河以北都是蒙古人的势力范围，当年郭伯伯跟蒙古人有些渊源，以免被人发现招惹麻烦，所以才这样打扮。咦，郭伯伯，难道你以前跟蒙古人打过仗？哎，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我们一路走一路说吧，过几天我们就会到终南山了。哦。知客亭这里没有道长招呼过客呢。哎，过了，反正赶了一天路也累了，不如在此歇息一下，也许待会儿会有全真教的人出现。是，郭伯伯。郭伯伯，没想到终南山这里的景色和我们桃花岛的差不多啊。过儿，只要你好好的在全真教学艺，几年以后，郭伯伯一定会接你回桃花岛的。我今生今世都不回桃花岛了。为什么？过儿，你还记郭伯伯跟郭伯母？过儿不敢。过儿只是怕郭伯母，她还是好讨厌我。过儿，您放心吧，你爹他当年也是全真教长春真人的入室弟子，相信长春道长念在你爹的份上，一定会好好的待你。郭伯伯，有件事我想问你很久了，但是我又怕。好，有什么事你尽管问。我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爹？郭伯伯，我爹他是不是被人害死的？是谁告诉你你爹被人害死的？郭伯伯，莫非我爹真是被人害死的？那到底是谁害死我爹的？是谁？难道我爹是被你和郭伯母害死的？混账！你胡说什么？郭儿，以后不准你如此胡说，听见没有？是郭伯伯，郭儿以后都不敢乱说话了。其实这件事，大胆淫贼，竟敢闯入我们全真教闹事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
两位道长一定有所误会了，在下并非前来闹事的，在下是……你不要再说了，如果你不是故意前来闹事的，何以毁坏我叫长春真人所立的石碑呀？啊！啊！回两位道长，在下刚才一时错手。呸！你这个淫贼！你说，你擅闯终南山，你目的何在啊？实不相瞒，在下是贵教长春真人的故友，今日特地上山拜见，有劳两位道长引路。哼！大胆淫贼！你想上山捣乱？好啊，首先过本爷这道关吧。两位道长，有事慢慢说，你们真的是误会了。淫贼，你有胆闯上终南山，不是没胆跟本道爷较量吧？裴道士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我郭伯伯对你一再忍让，你还是这么恶人先告状。顾儿住口，大家都是自己人。大胆淫贼，竟敢在此胡说八道，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知道我全真教的厉害呀。这样请说在下无礼。哎呀呀，哎呀！淫贼，走着瞧！有种的你就留在这儿，别走！两位道长，请留步。你又想怎么样？敢问两位道长，刚才你三番四次的称在下淫贼，究竟是何原因？你别不承认了。如果你不是想娶那姓龙的女子为妻，又怎么会来终南山呢？我们走。哦，哎，两位道长，两位道长。姓龙的女子，过儿，嗯，刚才那位道长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那两个肥瘦道士，嗯，不分青红皂白动手打人，八成是将郭伯伯认错了那什么淫贼了，是吧？对呀，我应该表明身份的，那就不会弄成这场误会。猴王淫贼，竟敢擅闯我终南山全真教圣地，打伤我全真教弟子！在下桃花岛郭靖，特来上山拜见长春真人。哼，郭大侠闻名天下，哪会是厚颜无耻的淫贼？识相的马上下山，否则休怪我们剑下无情。大臭道士啊，你们怎么非要说我郭伯伯是淫贼呀？郭伯伯，我还是不跟全真教这般臭道士学武功了，省得将来被人家耻笑。臭小子，竟敢侮辱我们全真教，你不想活了？不真！金刚北斗阵，什么刚从阵？啊，郭伯伯，我人有三急，需要去方便一下。你搞定这些臭道士之后呢，我再来找你啊。郭儿真是聪明过人呢，只可惜。我现在用不着双手，就可以尽收你们七个人的手中之剑。大言不惭！啊，如果能学到郭伯伯一半的本领，那我真是……哎，不过这实在是太痴心妄想了。啊！得罪了，哼！你别惺惺作态了，有种的就继续上山。我们走。道长，道长，道长！哎，没有办法了，只有上山找邱道长解释清楚了。郭儿，郭儿，郭儿！我送给我，送给我，送给我。景光，师傅，你好好看着这小子。师傅出去对付外面那个淫贼。是。哎，师傅，如果你出去了，那邱师祖他……哎，我们重阳宫这么多师叔师祖，何必怕那几个淫贼呢？现在最重要就是阻止外面的淫贼进来接应。是。是的，慢慢走，师傅。喂。对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
喂，喂，臭小子，放开我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这么威武的道爷啊！啊，还看？竟敢一再杀我全真弟子，今日居心何在？道长，道长，在下郭靖，此次诚心上山拜见长春真人，请道长千万不要误会。贫道见阁下武功了得，特向阁下奉劝一句：想来女色误人，何况全真教与阁下素无丑运，你何必助纣为虐，与一干奸人上山捣乱？我劝你还是即刻下山，否则休怪贫道无礼。道长，你此话是何道理？什么女色淫贼，在下真是一无所知，请道长容许在下与长春真人见面，一切自有分晓。岂有此理，你这个淫贼依然是执迷不悟，如果你要见我叫长春真人，就先破我的阵法吧。上。金刚北斗阵，金刚阵。在下刚才得罪了，还望各位道长多多原谅。难道全真教出事了？郭兄，郭靖拜见邱道长、王道长。哈哈哈哈，靖儿，有你在这儿，全真教就可以安枕无忧了。静儿，几年不见，宫里又精进不少嘛。王道长过奖了，静儿来迟了，是在重阳宫遭人捣乱，是在罪过罪过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么大的口气，未免实在太目中无人了。两位前来重阳宫捣乱，所谓何事？混账！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有种的就报上名来！在下见名，何足挂齿。只不过，全真教的邱道长、马道长、王道长，都是在下的恩师。哼，藏头露尾算得上什么英雄好汉？好，今日就让小王我领教一下你所谓的全真教武功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你知道全真教武功的厉害。哼！好，这，我，哼，你个臭小子，你在那儿叽叽咕咕干什么？快给我闭嘴！你又想干什么呀？你别想在那里作怪啊！哎，怕了你了。什么事？快说。道爷，我尿急呀。啊，你个臭小子，你别在这装模作样的，本道爷没那么容易上你的当啊。道爷，哎呀，我真的好尿急呀，哎呀，我忍不住了，求求道爷你做做好事，让我去下茅厕吧。真的？真的，道爷，这种事还有骗人的吗？我怕待会儿忍不住会弄得这里臭气熏天的，就不好了嘛，是吧？好，那我就信你一次。哎呀，那你给我听着啊，
哎呀，如果待会儿你尿不出来，本道爷就打得你尿出来为止。啊，是。等一下，多谢道爷大发慈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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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好尿急呀！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道爷，你绑着我双手双脚，我恐怕方便不了啊。好吧，就算我解开你的双手双脚，也不怕你飞出我的五指山。道爷，你武功盖世，我这个臭小子怎么能飞得出你的五指山呢？谢谢道爷，谢谢道爷。怎么，你不说你急吗？道爷，你盯着我，我恐怕方便不了啊。怎么样，尿完没有？去死吧你！我好玩！没事，还没请教阁下高姓大名。本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郭靖正是我。原来是射雕大侠，我们大蒙古国当年的金刀驸马，怪不得武功如此的厉害，小王万分佩服。可惜小王今日尚有要事在身，不便久留，十年之后再来讨教。好，十年之后，郭某一定在此恭候大驾光临。